台南市两名原警遭明德外役监逃犯林姓吴袭击殉职，结果花莲自强外役监日前又传出有两名受刑人逃逸，刑事局指出逃逸受刑人分别是25岁康玉豪，脸部的特征是浓眉招风耳，另外一名是29岁的徐亚伦，约169公分高，中等身材，眼下有加减符号的刺青，两个人都是诈欺罪入狱。康玉豪从3月底就因为返家探视未归，已经逃亡5个多月，而徐亚伦则是逃亡1周，花莲地检署依照规定将对两人发布通缉。